贵州省平塘县大窝档，碧水青山，几千年的时光，这里与世隔绝，人迹罕至。2016年9月25日，全球最大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这里落成。FAST 是观天巨目，是捕梦之王，它的建成实现了一代代中国天文人的梦想。这位造梦者就是天眼之父 FAST 总工程师南仁东。您好，我是南仁东，在 FAST 担任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兼项目的总工程师。南仁东1968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，在清华的学习为南仁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，更开启了他探索苍穹宇宙的强烈愿望。26年后，他带领团队走上了这条崎岖坎坷的逐梦之路，团队中有着和他一样的清华人，他们砥砺前行，与南仁东并肩作战。我就从2009年要到这个FAST的项目里头，角色跟身份呢，就是顾问的角色，大部分是参与了这个测量控制。我呢是现在职务是FAST工程副经理，同时兼任这个FAST工程的办公室主任。我是2005年开始读硕士的时候就接触到 FAST， 也是我参与的第一个科研项目。2005年，本科毕业，然后我就来到了这个国家天文台，主要负责的就是整个这个望远镜科研支撑系统的控制方面的研究。FAST 的设计绝无仅有，通过控制10000多根钢索组成的复杂索网结构。FAST 系统灵活地控制着由4450块独立反射板所组成的反射面，对准天体目标，再由6根钢索拖动重达30吨的馈源舱，抵达焦点位置，跟踪天体发射的电波。它会给中国的射电天文工作者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突破机会，这是过去我们没有的。一听他说的那个事儿，有点比较玄乎，太先进了。它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，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，所以在工作的各个阶段，然后各个方面，一直都是充满了困难。会有很多你没有参考的东西，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就会自己会有一些怀疑吧，觉得说到底对不对。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，关键材料急需攻关，现场施工环境非常复杂，且工程从纸面设计到实际建造和运行有着10万8千里的距离。 FAST 团队面临着一项又一项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。我大概感到非常大的压力，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起点。为了使望远镜灵活追踪天体方位， FAST 有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变位工作方式的索网体系，这就意味着工程对拉索疲劳性能的要求相当于规范规定值的2倍，国内外都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或资料作为参考。有的时候国内的钢索都达不到要求，好像国际的也达不到要求。后来这个事儿，南仁东着大急了。顶着停工的压力，南仁东多次组织研制工作，经过无数次失败、认识、修改、完善的过程，1年半的时间最终完成技术攻关。如果将反射面比喻为 FAST 的眼眶，那么馈源舱就是它的眼眸。 FAST 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馈源定位方式，它是在一个600米的一个这样的圆上，然后你的馈源舱是13米，其实你就可以想，确实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绳索，就6根很柔性的筷子去支撑一个
对，可能比乒乓球还要小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吧，然后去带着他一点点的运动，应该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吧。2005年，还在清华攻读研究生的姚蕊接触到了 FAST 项目，负责馈源舱系统中的并联机器人的研究。博士毕业后，作为馈源舱系统负责人，从论证、建模、实验、安装，到如今的调试维护，他点亮了这颗眼眸。控制系统的作用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汽车的方向盘和发动机。我们这个控制系统呢，它相比其他的望远镜来讲，它实在是独一无二的，非常非常的复杂。馈源支撑14根轴，主动反射面2200根轴。孙金海的工作需要在0.5秒到0.2秒内同时协调控制2214根轴按照要求运动，并控制每一个部件的精度，将误差减低到亚毫米级别。工作量是世界上其他望远镜的上千倍，难度可想而知。我们现场吧比较怕电磁干扰，因为我们接收的是很微弱的这个宇宙电磁信号，但是呢，于是我们现场的一些信号都是用光来传输的，不是用电。那我们因为这个信号最开始都是电的，所以要把电变成光。现场一共有多少？大概有4000多个光网络。FAST 所需的光电转换设备是巨量的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斯可克利用信息网络概念引入了分光器，成功将光电转换设备数量减少了7%，极大降低了望远镜建设成本。20多年，从立项到选址，再到开工建设，无数个决定，无数个难题，南仁东大理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，实现了由跟踪模仿到集成创新的跨越。2017年10月10日，调试中的 FAST 发现两颗新脉冲星，这是中国第一次发现脉冲星。 FAST 向苍穹睁开了天眼。斯人已逝，在 FAST 的新起点上，清华人将延续南仁东的足迹，在探索宇宙与未来征途上继往开来，砥砺前行，为射电天文观测开辟一种新的中国的解决方案。